跟你说一声，不要倒在这里。哎，你还偏就倒在这里了是吧？没事没事，让我来操作一下，别去保平，不可能的。看好了，直接炸下来。不过我好像扛不到了，给我一刀，然后再见兄弟。你还能再折一个镜子，只要别被夫人平地拿刀就可以。我需要去帮助他了。你看，你干嘛呀，小叔家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哎呦，不过也不是死路一条。看他抬手，看他抬手，然后翻过去，扭。哇，佣兵，你吃的好快呀！这鸡才修多少？不会接着又吃一刀吧？监管者在我附近，我知道，但我不希望你再吃刀了，好吗？等，他换抓了，可以先把他金身给折了。他应该要来追我了，看，果然来追我了，闪现要好了，他想先杀我，跳闪出来，勿闪出来。然后我火箭不是，我磁铁可以折他一只猫的。先切个磁，再吸一下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再跳下来，再跳下来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了。反正，翻过去，再直接死，又倒了。现在挂飞应该是随便挂飞了，你不要挡着我的路啊！现在要挂在这儿，我还可以救他的，救不了了，现在。这把咱家还没有 OB 味儿，我玩的把魔术。哎，你也倒啊？这就更不太对了吧？得先摸。他现在要把人挂过来了，等他起来之后，我要和他单挑一段时间，让他自己去自习，我在这里和他 solo。来，他要咬我灵，要不要？要骗，先把人卡掉，然后呢？在这里，哎，看，把这个吸魂骗出来，然后直接翻过来，再接一个棒子一身。一别啊，你啊能救下来也行，那给他扛刀，先给他扛刀。哎，去哪儿？医生，扛刀，三人转扛。哎，坏了，这下没扛刀。这，哎，医生，快走啊！你不会想强摸吧？这波强摸是死亏的呀。哎，等等，好像又不死亏了，是不是能摸起来？哎呦，又逼我一个棒子，这波亏大了，兄弟们，没有个逼味，不能为敌啊，兄弟，已经尽力了，看看这波追谁吧。哎呀，你修吧，让给你，去救人去。这波趁他打一个换挂的机会，我把人给掏下来，他直接传过去了，他以为那边是两个人。实则是有一个人在修机，一个人来偷，这波就很成功的掏下来了。医生再把自己卡满，对，卡满，我只要不被他打掉状态就可以了。再偷偷运走一个道具，这瓶箱有大用处，可以去无伤救一波。看好了，先摊会儿机子，他一会儿要出来，快走啊兄弟，你在这儿是想干嘛？你去新开一台机，咱们还能打，跟你说。但是呢，你要是不搞的话，那可就打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他现在闪现，对，要闪现了。这一波没有闪现，应该是也没有底盘。我现在把这台机补完，然后呢，你，哎，你把我棒子抢走了，啊？兄弟们，有小偷！兄弟们，遇到小偷了！我的天哪！你怎么能抢人东西呢？你把我棒子抢走了！你是真抽象呀！坏了，你这下人我救不下来了。他要开启魂过来了。
我还是恨你，不行，我去一个无人的角落狠狠地谴责你。不是吧，还要救吗？强人所难呀，兄弟，你这下你要救我，我理解你的好意，但是呢我溜不动了，你看下雨之后，等等，他扛了一刀，那我可以把他给卖了。等等，可以活，兄弟们，可以活，我这波只要把脚步压住，看好了，玩波骚的，把脚步压住了，然后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他没看见我，现在猫好在这儿，然后他去排我了，你不需要帮助，你走开，他应该没发现我吧，等等，现在好像发现了，哎，现在要发现了，要发现，那我就是不一条，没事了，一条烂命，他闪现好了，我现在扭一下看看，哎，你看闪现扭出来了，扭出来了，亏，看看，再把他脸给卡掉，哎，没卡掉，坏了，兄弟们，翻过去，哎，我投降，中场，刚弄的古董怎么能放着吃灰呢？你看看招鬼了，现在这个中场我宣布，哇，天哪，幸亏他是在回游啊，吓死我了。他要套路，他在套路，兄弟们，那个快点出去，摇一摇棍，我出去了，你那舞女，你不会出不去了吧？他包了一个超级大的圈，而且还包到了。现在就看小房有没有地下室嘛，溜到小房了，真挂地下室了。能让你挂在，你别卡我直哥就行。我给他两棍子，哎，我不是刚刚不是没人卡我纸哥吗？怎么，哎呀，这下必须是趟这趟浑水了，这下是想不趟也不行了，来吧，快来兄弟，我在这站着，挂血瓶给我，快上来呀，那女人呢，快上来，再给我过去，行了，这下人是保活了，虽然有一点曲折，但起码人是活了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而且我的棍子也没了大半，但是起码他从地下室出去了嘛，这波还有机会打。而且现在呢，他要是还想挂地下室，我就可以一棍子给他打下来，他这个距离绝对挂不过来了，我先提前在这待着，这个距离你想挂地下室，我只能说异想天开，好吧，你看这就是有闪钱，哎，这我认可你的纯度了，兄弟，只有减速和做减自负，做减自负了，这波真的是被摇下来，摇到减速和上，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进行一波 OB， 没事没事，跳收叉，我就带给他一棍，OK 啊，让他把板盖下来，那我趁现在就真的是仁至义尽，我现在可以干嘛呢，我现在呢我可以跑到地下室里去，对，看我来这儿，我现在穿着一身大红衣服，他应该是看不到我的，我现在来这儿看看，囚徒囚徒，你快走快走啊，你直接好好去休息，咱们这把还是有机会盘四人开门战的，看他帮不帮忙嘛，帮忙嘛，先踩减速盒 OK 没有问题，看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，爽了兄弟们，这下是真的爽了，卡了兄弟们，现在你就只需要直接把人掏下来，然后放在里边摸他，快快快快快，让我摸你，让我摸你，哎呀，那错了，哎，无所谓了，我进行一波进攻，把水击消了，你自己不修好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你想打我就修刀，不给你打，不给你打，
图有飞轮，但是囚徒你再摸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差1.4人开门战啊，你为什么不早发进度呢？我恨你不发进度。我的天，跳闪现给我了，真的这波是想不死都不行了，蹭一个加速，然后我的闪现逼出来，这局结束，好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能盖一下，那说不定还能活。看看那边有没有地窖。他现在想冲，不给你冲，翻过去，然后再拖点时间，能拖一点是一点。快走，兄弟，平局已经很好了。快走啊，快走，走啊！啊，你在开另一边门，也可以理解。行吧，平局。嗯，这把要是盘出来啊。起飞起飞起飞，兄弟们。